弟弟，不要哭，你想要吃坏掉甜甜圈是不是？不要吃坏掉甜甜圈好不好？这个是昨，这个是昨天，弟弟，这个是，这个是昨天妈妈买的啊。这个已经坏掉了。好，那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好，给你吃坏掉甜甜圈，这个是昨天买的哦，好不好？可是你吃了拉肚子，爸爸不管哦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你吃，拉肚子，爸爸再帮你大便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你吃。好了，你吃啊，不要哭，吃啊，对，不哭。怎么了？好，弟弟可以吃了，不哭了。你痒痒是不是？好，那个爸爸帮你涂那个药药好不好？不要一直抓了。好，弟弟不要哭哦。好了，吃甜甜圈喽，好不好？